激光脱毛真的会永久吗？如问医生特邀专家王琼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。激光因为它的原理是这个光波的热能被毛囊的这个黑色素，就是它是一个它的这个靶色剂，就是毛囊上的黑色素，它被毛囊黑色素吸收之后，毛囊会受到破坏，在多次治疗之后呢，毛囊就会受到一个永久性的破坏，而周围的正常皮肤组织它是不会受到影响的，因为它的这个波长是选择性作用于毛囊，因此它会起到一个永久性脱毛的效果，而不会造成皮肤的损伤。激光脱毛术它是无创性，疼痛感轻微，术后通常不会有明显的不良反应，个别患者会出现一过性的红斑水肿，这个情况呢，可以外用一些含有透明质酸或者是胶原蛋白的冷敷料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做特殊的护理。